真是香车配美神啊 ！S.H.E 在法拉利的护送下抵达新专辑签唱会现场，伴随着夹道的粉丝一同欢庆9月11号这一天 S.H.E 成军15周年。不过才站上舞台 ，Selina 和 Ella 竟然就哭成了泪人儿。回想起三人15年前出道时的首场签唱会，当时西门町万人空巷的场景是记忆犹新。15年后，歌迷依旧，怪不得你们会这么感动。大家好，我们是 SHE 女朋友，我是 Selina， 我是 Hebe， 我是 Ella， 我们是男生的女朋友，女生的好朋友。Selina， 请问你代表的是什么？我代表是温柔。骗人。15年过去了，三人的感情依旧不变。SHE 各自也在不同领域有所成绩。Ella 还找到了生命的另一半，签唱会老公爱相随。15年后蜕变成女人味十足的幸福人妻。15年前我们是在卧房都会看到她的女人味，现在是大家就她的女人味已经冲出卧房了，直接在户外就可以感受到她的女人味了。不过，为庆祝出道15周年而举办的 SHE 首场大型展览 ，Selina 竟透露都没有人来看展，是怎么一回事？但其实我那天心里想的是说，哇，应该会大排长龙吧。我在网络上都看到大家这样评价的，就一来，哇，售票亭没有人呢。我想说，我该怎么办？而且直播也开了，我还没办法生气跟变脸，跟也来不及买灵眼。后来他们就安慰说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假日真的是人满为患。我想说，好了好了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开心一点好吗？祝你生日。